导读：我们都知道，太过肥胖会导致很多的麻烦，比如说会有一身的疾病，而且严重的还会连生活也无法自理。而在国外的一名男子，他的体重达到了500斤，而他也因为这太胖的身体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。男子的家人曾经劝过他减肥，男子也尝试过，但是他确实始终无法坚持，最后因为太胖了，所以他得了一身的病，在他30岁的时候就在睡梦中死去。男子的家人打算将他火化，但是因为男子的身形太大了，火葬场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火化，所以不愿意接收。听到这句话，男子的家人也是很生气了，没想到因为太胖到了竟然连身后事都会产生影响。最后男子的家人只好改为将男子埋在公墓里，但是还是同样的问题，没有合适的棺材。通过这件事也警醒我们，千万不要太放纵自己了，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，不说身材要多好，但是起码要保持健康才可以，你们说对吗？注：文章内容真实性已经考证，文中图片来自网络，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。